160万，170万，180万，干了1万现金。哎呦，1万现金，我那个。结果你慢慢的看，这个大家伙不要进，结果都是高厚的。我白天太亮了啊，但是这个部位还是看得清楚的。看一下，色的话已经是完全爆出来了啊。怎么说，兄弟？这一个，这个，这个360万，兄弟。360啊？对的，中国品牌。哎，名牌的。140万，太低了，没真的有那么空间多了。你要给我空间啊？给你空间的，知道吗？这个明年的40个庙，3家店做出来收中位的。加10万，150万。不行，哎，太低了，这个没。太低，这个没有是每天都是通油的，做起来。兄弟，那这样，你来的时候是你傻我了。兄弟，这个料子，嗯，最后一口价160万，能不能玩？不能玩，那么咱们今天就喝个茶，聊聊天，加一点，聊不了，都是老朋友们，加一点不？老朋友就这个价，给的最高的160万。哎，好，这个160万，对吧？对，得 ，OK 吧？这个给你，我今天有空间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，欧玛丽。慢慢的看，然后就是，哎，兄弟，这个料子，这个多少点啊？啊，多少？说，这个38万。什么玩意？38万？16万。嗯，那你这个料子得给我放个肉啊？哎，这个漏不了啊，这个差不多。哎，阿歪真漏不了嘞，你这个漏不了，那个漏不了。这边嘞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助理，这个料子一口价20万，我切一刀。好的。好吧，可以。这个料子来放个大肉，对一价。这个100万吧。高手，你好。100万。嗯，谁干得动？你干活了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知道，对不对？多给一点工钱，10万块钱玩一下。可以了。卖光，卖给你吧。卖光了。那么这个这个，哎呀，这个100块钱，那么你说了卖了，男子汉说话算出来。100块钱太低了吧？130万这里，160万，170万，180万，干了1万现金。嗯，这里，哎呦，1万现金，我那个低了，总共181万。嗯 ，OK 吧 ？OK， 爽不爽？那给我这条一点一个嘛？什么一点一条？下次拿高货换金条。真的 ，OK 吧？真的牛逼的，这个没少。